好，我叫菲尔，也可以叫我范范老师。我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，在文化学校任教多年，从事线上线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，从一二年级的拼音识字，到三四年级的阅读理解，以及五六年级的古诗赏析，每个年龄段的教学重点和孩子的性格特点都有不同，在教学方法上也要灵活有针对性。每节课前，根据孩子的兴趣，提前备课，准备适合的教具，以互动的方式温故而知新。根据教学内容，穿插历史、名人故事、诗词吟诵，作为教学的补充，童谣、书法也在其中，和孩子一起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完成每一节课。和我一起学习的孩子不仅是我的学生，也是我的朋友。我相信以我的教学经验和经历，可以很好的带您了解中国文化，学习汉语知识。快来预约我的汉语课，开启你的汉语之旅吧！